接下来第二排，接下来中间，中间，中间的这一大哥，接下来右边 ，OK， 好。前面中间开始看齐，中间中间前面中间，好，中间上面红色的这位是大哥，好，接下来右手边，右手边下面开始看齐，右手边，好，接下来左手边再补一下右手边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好，一样，看一样看中间，好，从中间开始看齐。中间的媒体朋友们，然后接下来右手边吗？右下方，右下方这边要补一下，谢谢。后面，右下方，谢谢。后面的好，稍等一下，右下方先。然后中间后面的帮我看一下，谢谢，谢谢宪哥，谢谢 Kim， 谢谢坤达，谢谢小董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也要补一下。来，左上，左上，左上也要补一下，左上。好。三个，小董，谢谢。好，三个拿奖的一起。好，一样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谢谢，麻烦移动一下。好，右手边也要，右手边也要。大哥有吗？右手边，帮我看一下，右手边。达哥的脸吗？达哥。右边中间，右边中间。这是超人气 ，OK， 正中间也要来一张，往上一点视线，唯一一座，唯一一座 ，OK， 后面，后面，谢谢，好，麻烦帮我递麦克风，谢谢。好，想问一下宪哥，这次刚刚有在舞台上提到嘛，是你自己发起的这个？对，是，我倡导这个奖项了十年了，我认为我们的金钟奖要属于全民的金钟奖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这个，我们就是为观众而生嘛，是，要不然我们做任何的一个节目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没错，没错。没想在推动了这去年、前年，然后开始有了这个奖项，我非常开心。同时，我现在推动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听进去啊，各位，我们的长官们，你们要听进去。这个做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在这个位置上啊，你就真的把这个全部的事做。华人世界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华语节目，统统要放进来金钟奖里面比赛。不管是中国大陆的，不管是东南亚的，不管是香港的，统统放进来，金钟奖才可以做大、做久、做圆。报告完毕啊！继续推动，这是我推动的第六年了，好不好？每一年我都一定讲这个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来，达达跟你，好，谢谢达哥。哦，刚刚其实，在台上是讲说老跟老婆说我要回家，但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很感谢这个奖，感谢玩粉，因为真的是玩粉让我们一票一票对一票一票投出来的，然后第一届，然后这是第三届，我觉得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，也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坐在前面。是有啦，应该刚正就入围才能那个金钟奖得主才能坐正前方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是主持人啦，哇，我们会加油，没事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你看像我就坐在中间嘛，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有入围嘛。哎呀，你怎么没入围？我们没事啦，没事。对，恭喜啦，当爸爸。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跟宪哥平常跟我讲啊，因为玩很大，真的造就了我一切。我从没有任何东西到现在有老婆有小孩，甚至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样，其实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王很大给我的，所以到现在王很大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继续玩下去，继续努力哦。对，我们后天马上要出远门了，要去十天了，要去十一天，所以土耳其，土耳其，土耳其，我们要去土耳其十一天了，有好想找人愿意替我去。
结果一个每天要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，结果是个宅男。你看命运的捉弄，对，真的是太奇怪了。所以十周年为什么比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手表在这个，因为手表有 sponsor， 多多拍进去啊。OK， 再次恭喜三位。我等一下会再回来。对 I will be back. OK OK， 期待你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后台。谢谢健哥，谢谢达哥，谢谢 K， 谢谢。